活泼大方，最亲感开始，所以谢谢你们的关系，开心啊，开心。Are you ready? OK。日本气色好像去了之后更好。哎，真的吗？是恋爱的滋味让你气色变好吗？其实这个新闻嘛，然后什么大家也都看到，对，就是开心开心。这是真的吗？就挺好。所以关系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开始多久了？最亲感开始，所以谢谢你们的关心，也谢谢大家最近的关心啦。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要什么样子高调或低调，对，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在生活这样。今天好紧张，对不对？选一个香味送他，你觉得要送什么适合王静呢？选一个香味，我觉得香水是这样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我们也还在熟悉当中嘛，对，所以其实 Tory Burch 的香水也挺好的。那你觉得它哪里最棒？就活泼大方的，都很直接啊，我们都很直接。这是谁先追谁啊？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说谁追谁啊，就是还聊得蛮好的。怎么开始走在一起？我们有那个一个共同的教练，打拳击的教练，然后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地遇到这样。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恋爱的心情最近如何？就很开心啊，开心。而且也有新闻爆出说王静可能有想要结婚的念头。这个东西我早上是有看到，对，可是我们都是早上才知道说有这个标题下来，对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，对，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专注在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上面，来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关注他现在的电影啊，关于鬼现在卖的这样。所以你之后会有这个结婚计划的打算吗？我觉得就看缘分吧。我觉得一切我都是顺其自然。会不会突然闪婚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这牌子吗？会一个小时之后跟我们说已经结婚了吧？对，不会啦，不会。那我们消息会跟我们说吗？可能吧 ，maybe。谢谢小聪。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攻击我吗？